发生了这件事，我整个人好像裂开了一样，整个世界都变成黑暗了。你说三个礼拜前被死者那些人劫车，同时轮奸，那事后有没有报警啊？没有。那有没有看医生或者去家计会拿药？没有。事发的时候有没有证人呢？有。今天晚上的事算你倒霉也好，算我不对也好，就这么算了。你究竟有没有亲眼看见被告被人轮奸呢？想怎么抓那些人呢？抓到他们又怎么样？没用的。让开！让开！哎呀！你呀！哎呀！哎呀！你他妈的！被告说当晚是为了救你才会错手杀人的，那么你可不可以说说你跟被告之间有什么关系呢？朋友。被告是你亲密女朋友是不是？不是。男朋友。就算你承认是他男朋友，家人也帮不了他。法律有哪一样可以保护我们呢？我们家里更无辜啊。他们强奸我，他们不肯放过我，是我杀了人，是我害了你。你不要这么想好不好？不过你很快就会没事的，我不会让人欺负你。后面不想跑。在这个罪恶的都市，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拯救自己呢？